Take a seat.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为国捐躯，我死而无憾。作为行者，也不能与长相厮守。秋根，你保重啊！同学堂已经被个重重包围，岂任你无忌惮？倘若你还执迷
不悟，我就将大通学堂烧为平地，莫怪我手段凶残。你虽然身怀绝技，怎敌得过我洋枪子弹？我劝你都系跟本官回去，否则你恨错难返啊！为了保存大通学堂和避免殃及师生，我就跟你去衙门走一趟。静啊屎！单凭云论惊人耳，花烛前堂万丈啊！难人嚟，爽！张同志，你是光复会的主持人，和秋瑾又有密切的关系。请问你，我们到底要几时起义啊？你看看，我和我的手足，个个已经准备多时，个个都枕戈待旦。大刀王，今日是六月初四日，根据秋瑾原定的密令，是五月二十六日起义。而家改为六月初十日，距今都尚有六天，为使各位同志都以急如袁尚之战，怎拖待发啊！大事不好，大事不好啦！咩事？有人告密，官府大队人马包围大通学堂，秋瑾已被捕啦！秋瑾不得派我前来通知各单位，暂时取消起义。得来剧变，睇嚟起义嘅事又需要再从长计议一番。谁成功败？究竟谁是内奸啊？是速上良谋，够抽紧脱难啊！我刚刚收到孙先生密电，嘱咐我哋设法救秋瑾无怠慢，因为秋瑾是同盟会唯一文武全才嘅革命红颜。王兴同志，我哋正为此事筹谋，你有何良策？快言明一旦。我哋要智勇并运，才可利险克奸。我有办法，有咩办法啊？实行劫狱，吓、啊、劫狱，救不出秋瑾啊！世环，秋瑾对我有绝际之恩，我王朝又亲临就守皇宫，看他离难啊！我哋一定要救秋瑾脱险患噶。好，大家分头行事，然后回来集合部署一番。啊，且慢，你们草安无躁啊！衙门守卫森严啊，须知前居好。保通啊！
是非常清楚的，从他手提残谷的诗句，残谷又能翱翔树，又将白眼对人看，嗱，即可体会到啦。吴志英同志有言交代研究秋瑾的事，等他前往衙门探望秋瑾之后再行定夺啦。好，好，好，我哋再次等候秋瑾嘅指示。唔止抽紧，我要放热火咧。Take a seat.Hi, thanks for staying with us for the whole performance of Chiu Jin. I hope you have enjoyed parts 1, parts 2, and part 3. Please stay with us with On Front Seat, where we bring you more unedited, more uncut, and raw footages of shows.